记了，这些事我都忘了。我能对你做什么呀？是你想对我们做什么？说。您接着说。真没想灌醉你，真的，我就是想，我想听你。你离了婚，我为什么不能追你啊？哎，郭靖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想来。你不是想闻闻我吗？没意思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不想结婚。我就想跟你谈个恋爱，怎么了？你就是谈个恋爱，有一些没有喜欢的人吗？啊，你要有，我现在转身离开。你有吗？你没有，我干嘛不能追你啊？年轻时候为什么不能好好活一把呢？我想做我喜欢的事情，我喜欢的人就在我面前，我为什么不能跟他说我爱你啊？啊，我就爱你，怎么非要等老了手说吗？我都等了多少年了？在哪个城市？到我去非洲，到咱俩同事，我一直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特别喜欢你，我从来都。不对我的好意思，不都是他？你看，我都二婚了，你还是不会想过吗？需要句子，我们只是见过。没了我怎么了？我们既然只是过客，从陌生到熟悉，然后走到合理。我要娶你，我明天就要娶你，等我，我带你回家。我要买戒指。可是我们已经下班了。不是，请帮帮忙。你经历过爱情吗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你懂那种奋不顾身的冲动吗？你求求你，你帮我个忙好不好？